2018年云林国际偶戏节系列活动偶戏行奖，邀请大家跨戏铁中聘耶、新教吼，即卖已经进行到第12届啊吼，啊每届咱伫各地方咧公演的时阵，拢受到咱地方乡亲真热烈的即欢迎吼。啊，今年有较特别吼，咱就是将这个云林新教甲咱的国际偶戏节甲做一个连接吼。所以讲今年咧，啊由咱原来非常优质的表演团体，也就是啊金婚姻歌的江中剧团啊，甲这个东东舞蹈团吼来做一个结合啊，节目的安排咧非常非常的精彩啊，无但。其唔是加恁遐吼，也就是讲各公所咯，啊，大家非常激烈来甲阮配合吼。咱若每到一个所在时阵，拢会邀请当地啊，即个表演团体来参与公演就对吼。即会当结合在地的即个精神，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个安排。啊，参像讲今仔日开幕式的时阵，咱的赤东乡的蒜香麻园，即西牛列车吼，西牛列车顶啦，啊，即个表演就真好吼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势必这个活动呢，啊，一定是真好看就对吼，不但是安尼。也阁会当啊有抽奖的这个活动，所以阮伫遮咧也要呼吁所有乡亲好朋友啊，一本过去对婚姻行脚的这支持啦，今年继续阁搞搞阮捧场，大家踊跃来参与。其实呢，这回吼、哦、咱演出这出布袋戏吼，啊为着要参与着咱吼婚姻行脚、偶戏行脚吼，其实阮做一个真大诶尝试甲突破吼、哦，用传统布袋戏，但我们演亲子儿童布袋戏，适合全家大小，互囡仔看有诶布袋戏，而且吼、哦，阮有舞蹈。而且戏出来底还有光影戏，还有配影戏、配胶戏，有足侪元素甲男做伙。传统布袋戏吼，拢是伫即个镜框吼，伫即个红啊，伫台顶咧演。阮即回吼，把那个镜框拿开。可以呢，人偶同台，和人甲红啊呢，在一个吼非常美丽的画面呈现哦，绝对吼，和观众朋友唔捌看过布袋，唔捌看过演出哦。我们舞者除了是舞者之外，我们也是一种人偶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希望用不同的方式，然后介绍布袋戏这种东西，让增加比较创新的部分，那带入。布偶的部分也带入我们的舞蹈部分，然后希望就是用不一样方式的呈现方式，然后呈现在观众面前。